喜悦，你们要寻求大能的上主，时常想望瞻仰他的慈言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女人，你的病已经痊愈了。这句话是在今天的福音里头，耶稣向一位被魔鬼缠身18年的妇人说的。我们身上的最大的疾病就是我们所犯的罪。如果我们勇敢地承认我们的罪过，天主会宽恕，也会治好我们身上的疾病。所以圣道里开始，我们求天主宽恕我们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基督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上主，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坚定我们的信的，加强我们的望的，激发我们的爱的，使我们爱慕遵守你的诫命，以获得你的恩许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攻读《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》。弟兄们，我们并不欠肉体的债，该随从肉体生活。如果你们随从肉体生活，必定要死。如果你们依赖圣神致死肉体的妄动，必能生活。因为凡受天主圣神引导的，都是天主的儿女。其实，你们领受的圣神不会使你们做奴隶，使你们仍旧恐惧，而是使你们做义子。因此，我们受圣神推动而向天主呼叫“阿爸父啊”，是圣神亲自和我们的心神一同作证。我们都是天主的儿女，既然是子女，便是继承者，是天主的继承者，也是基督的同继承者。只要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，也必要和他一同受光荣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我们的天主是救人的天主。我们的天主是救人的天主。愿天主兴起，把他的仇敌驱散，愿仇恨他的人抱头鼠窜，一人却欢心踊跃，在天主面前手舞足蹈。我们的天主是救人的天主。住在圣所内的天主是孤儿的慈父，寡妇的保护，天主使孤苦的人有房屋可住，他释放囚犯，使他们重获幸福。我们的天主是救人的天主。
愿上主日日受赞美，他承担了我们的重负，他是救我们的天主。我们的天主是救人的天主，他是使人摆脱死亡的上主。我们的天主是救人的天主。唱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唱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主，你的话就是真理，求你以真理圣化我们。唱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唱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唱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在会堂里教导人，有一女人被病魔缠身18年，身体弯曲，直不起来。耶稣看见了，便叫她过来，对她说：“女人，你的病已经痊愈了。”于是把手按在他身上，他立刻就直起腰来，光荣天主。会堂长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便对群众气愤愤地说：“有6天应当工作，你们在这些日子里可以来治病，但不可在安息日。”主说：“为君子啊，你们哪一个人在安息日不揭开草上的牛驴而前去饮水呢？”这个女人是亚巴郎的女儿，被撒旦缠住已经18年了，就不该在安息日揭开她的束缚吗？耶稣讲这话使所有与他为敌的人都感到惭愧，群众却因他所行的种种辉煌的事迹都很欢喜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我听到今天的读经一有特别的感觉，因为今天的读经一让我想起1991年在波兰举办的世界青年日。虽然我那时候10几岁还没有参加，不过我在电视看到了，也透过电视算是参与那时候的第6届的世界青年日。1991年在 Częstochowa， 就是黑圣母朝圣地那边。因为那时候的世青的主题就是今天的读经一，罗马人书第8章。我记得就是那时候有一个晚上有一台弥撒或是祈祷会，然后青年他们用不同的很多种的语言念这一段圣经，就是罗马人书第8章。然后我特别记住这句话：因此我们受
深深推动而向天主呼叫阿爸父啊，一直重复一直重复，虽然我在家里看电视还是有特别的感觉，因为一直重复，所以记得很清楚，我们是天主的儿女，天主是我们很爱我们的父亲，一直记住。我想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拿圣经看这种的章节，看好几遍，我们需要时间，然后这些圣言会渗透我们的心，我们会一直记得很重要的讯息。还有我们堂区的所有堂区的青年小朋友的牧灵扶传工作非常重要，我们小时候所听到的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整个生活，非常重要。希望我们每一座教堂会重视儿童还有青年的牧灵工作，希望更多的小朋友会来我们教会，也会发现最好的父亲就是我们的天父。今天我们特别为我们教会的儿童青年祈祷，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主，愿你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奉献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恩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施恩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千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知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捐弃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恩典以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让我们今天常常常常呼叫阿爸父啊，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圣道里李晨，我们去传播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
奇妙的伟大，卓越的仁慈，宇宙万物的天主，为拯救我们，他献给自己，隐藏在微笑边冰里。Hey.